诸位同学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十纲纪263。政不可多门，多门则民劳。这一条出自于卷29晋书上。这个政不可多门就是政令，政府的政策行政命令。不可以由许多部门来发出来，所以只能由一个部门统一来发布。如果有很多部门同时发的政令又不一样，这样会给人民带来困扰，使他们无所适从。所以这个政不可多门，多门不一样就是不统一，这就多门了。我们一般讲多头马车啦。那这个部门发这样的政令，那个部门发那样的政令，那人民不晓得要依哪一个，不一样。所以政令不可以由许多部门来发。只能由一个统一来发布。这样人民才有所依循，否则呢，政出多门多头马车，人民就无所适从了不晓得要听哪一个的，就乱了。这个也非常重要，一个政府机关一个公司团体也是同样一个道理，甚至一个道场也是一个道理。所以政不可多门，多门则民劳。这个人他发布这样，那个人发布那样，下面的人不知道要听谁的所以就会造成了民劳。这个纲纪规则非常重要，一定要遵守。好，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